咁啊，靜州先，我哋都叫佢做主嘅文叉。但係我哋啱啱聽到嘅福音冇講預言節文叉，絕作讀經一，或者講耶穌建立嘅最後站，到而家我哋講嘅感恩聖站，聖事整體聖權，好似冇關係。福音只講關於耶穌呢位係主同師老師，要跪低洗佢活着的脚，这个就是爱他人、服侍他人、服侍我们兄弟姊妹的精神，都是基督徒的耀眼特征。跟住这个先是真正正慶祝感恩聖祭，用生活出力。如果每次增加禮神或者感恩聖祭，但不願意在團體中奉獻，或者我們沒有以愛心付出彼此相愛、彼此服務，就不算是將福音生活出來。但是實際上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，不過我們要記得耶穌他自己就洗了佢啲門徒嘅腳，我哋嘅教主似乎都以身作則，同樣吩咐我哋要同人去做，先至係佢真正嘅門徒。只要我哋相信佢，願意開始嘗試，他一定會足夠能力